郑佳啊，你在这边用功吗？原来是老师啊。教到你了吗？没有啦。我是听同学说你一个人在那边烦恼些什么，所以过路就来看看你。我没有什么烦恼啊，是谁那么鸡婆啊？什么鸡婆啊？我是看你读书读得很吃力，想说来帮帮你的啊，真是好心没好报。哼，我哪有读得很吃力啊，只是刚刚有一点小混乱了。哦，是这样吗？那我就出个题目来考考你。我问你哦，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气象报告说，由于冷气团南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会如何又如何？那气团到底是什么呢？对天气的变化又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气团指的应该就是一团气吧，然后，嘿嘿，你不知道了吧？还是让我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地科小精灵来告诉你吧。气团啊，顾名思义就是一大团空气。那还不是跟我讲的一样？答案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咯。其实我们生活在对流层当中，虽然看不出边界，但是大气并不是全球均匀一致的，各地区空气的温度、湿度或密度等性质都不太相同。如果一大团空气长期停留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因而它内部的温度、湿度和密度等性质都大致均匀，那么这一团空气就称为气团。气团位于陆地或海洋，会造成湿度明显的差异，位于不同的纬度，就会造成温度的高低不同。在大陆地区的气团比较干燥，称为大陆气团，在海洋地区的气团呢，就比较潮湿，称为海洋气团。而以纬度来说，在极地或是寒带的气团温度比较低，叫做冷气团，而发源于热带或是赤道的气团，它的温度比较高，就叫做暖气团。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蒙古大陆气团，就是发源在蒙古地区，所以啊，它的性质就是又冷又干。而太平洋气团的性质，自然就是既暖又湿咯。那会影响我们台湾的是什么气团？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呢？这一点台湾这边就有点点小复杂了。我们台湾本身位在亚热带地区，又正处于亚洲大陆跟太平洋的中交界地带，所以影响台湾的气团呢，冬夏就会不太一样。冬季时，蒙古大陆气团势力比较强，笼罩了整个台湾地区，使得台湾吹东北风。而原本冷干的空气，经过了东海时，吸收了海面的水汽，来到台湾时，又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造成北部和东北部是潮湿多雨，而南部则是晴朗干燥的天气。到了夏天时，太平洋气团移到台湾东部附近，所以这时台湾盛行西南风或东南风，暖湿的空气使得台湾全岛都是炎热而潮湿的天气，常会出现午后阵雨或雷雨。这样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个气团对一个地区的气候影响了吧？对，老师，既然空气气团的性质各不相同，那么当两个不同的气团相遇时，会有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呢？两个气团相遇就会形成封面啊。封面又是什么啊？这个嘛，我看就请专家来告诉你好了。
好，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说有空气块呢，它有冷气团跟暖气团。那么如果冷气团跟暖气团它们在交汇的时候，那这个两团空气呢，在这个交汇的地方呢，它们并不会马上混合，所以呢，这个交汇的地方呢，我们就称它叫做封面。那我们同学也可以了解，就是说，因为这个冷气团的这个性质呢，跟这个暖气团的性质两个是相差很多的，所以呢，这个封面的区域呢，它的两边的这个空气性质是相差很多的，所以这个交换区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的急剧转变的地方，我们就称它叫做封面。对。我们刚刚可以在那个实验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暖空气它比较轻，所以暖空气会上升，那么冷空气它比较重，所以冷空气会下降。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那个实验的杯够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暖空气跟冷空气交汇的地方，它们就会形成封面。可是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实验杯呢，它不是那么大，所以就没有办法像气团这么大的两团气团在交汇。那冷风呢，很简单来讲，就是冷空气如果它的势力比较大，它推动暖空气，那这种形成的封面呢，我们就称它叫做冷风。那我们可以从刚才的这个画面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北边呢，通常是比较冷的空气，台湾的南边呢，它是比较温暖的空气，所以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中间呢，就形成了冷风。所以当冷风过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温度下降，啊，气温有很大的急剧下降。此外呢，我们刚才所看到实验，我们知道暖空气会上升，冷空气会下降，所以伴随冷风出现的时候呢，冷风会抬升暖空气上升，也容易形成云雨。那至于暖风呢，基本上就是和冷风相反，它是暖空气去推动冷空气，所以呢，那这种封面呢，它通常呢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那它在我们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到，它通常形成的地方，暖空气势力会比冷空气大的地方呢，它通常是在我们台湾发生的海洋上面，所以我们比较没有看到暖风的这种情形。那同样跟冷风一样，因为暖空气会爬升，所以呢，暖风的出现的区域呢，它也会形成云雨。我们刚刚看到是有冷空气比较强的时候，
或是冷空气比较强的时候。但是如果当这两团空气它们的势力相当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么它们如果空气势力相当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封面就静势滞留，也就是不太会移动，所以这样子形成的封面呢，我们就称它为滞留风。啊，同学们知不知道在什么季节里面暖空气跟冷空气它们的势力会比较相当呢？对不对？它不可能在冬天，也不可能在夏天，所以它基本上呢应该是在冬天和夏天的转换的季节里面。因此在台湾地区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滞留封面在什么季节出现呢？也就是在梅雨季节出现。那因此呢，在梅雨季的时候我们会有持续性的下雨。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封面的中央呢有很多的对流包会出现，所以呢伴随这个滞留风呢，我们还有很大的豪大雨会出现，我们要注意这样子的现象。那这几种封面呢，是我们在台湾地区或是其他世界各地地区呢比较常见的封面。这样你都了解了吗？了解了。既然介绍了气团和封面，那我们就来谈谈台湾的天气吧。台湾生活在台湾啊，台风、梅雨、寒流轮番出现，这些天特殊的天气现象常会引起一些灾害，值得我们对它特别的留意。是啊，冬天的时候，来自蒙古或西伯利亚的大陆冷气团如果非常强烈，冷空气迅速南下到达台湾，使得一天之内气温下降很多，有的时候甚至于会下降10度之多哦。这种现象就是寒流。寒流来袭的时候，不只会有人因此而感冒，也常常会使地面的农作物跟养殖的鱼被冻死，而使得农渔民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在天气预报上，寒流来袭的时候常常会发布低温特报，我们应该要多加注意的。而在台湾地区，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每年5月到6月之间，由于北方的冷气团减弱，而太平洋上的暖气团增强了，当两个气团在台湾附近相遇的时候，势力相当，形成滞留封面，常常会阴雨绵绵的，有的时候甚至于夹带豪雨，这就是梅雨。梅雨时期气温常常忽冷忽热，非常的不稳定。在台湾通常要到端午节的时候，梅雨过了，气温才会稳定的逐渐升高，所以有一句俗谚就是这样子说的：每只五月粽破手唔通放。梅雨常常会带来丰沛的雨量，往往可以适时的疏解台湾的旱象。不过梅雨季节雨过多的时候，也常常会容易造成水患的。此外，在夏秋两季的热带海洋上，则常会形成低气压。如果有充分的水汽与热量不断供应，低气压中心风速会越来越大，一旦达到每秒17.2公尺以上，就称为台风。台风最大的威胁在于其惊人的风力和所夹带的豪雨，暴风半径常可达数百公里。在台风中心的地区呢，常会形成台风眼，风雨非常的小。可是呢，在台风眼的周围地区呢，则是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风雨也最大。对，台风超可怕的，又刮风又下雨，而且淹大水很麻烦。哎，老师，台风都从哪边来啊？侵袭台湾的台风主要来自于北太平洋的西南海域。
好，其次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南海，这些地区形成的台风呢，就很容易侵袭到台湾来。不过也不用太担心，一旦台风形成以后呢，中央气象局就会持续的监控台风的动态，好，并且呢，在必要的时候呢，发布台风警报。其实啊，台风动态并不好掌握呢，不过大致上会顺着太平洋高气压的外围行进，中央气象局就以此为基本依据预测台风的未来动态。不过到了秋天的时候，台风行进台湾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陆高气压南下，常常会造成台风突然转向或者是停滞不前，造成秋台难以预测的特色。台风来袭时呢，因为风雨很大，所以在山区呢容易引发山崩或是土石流。另外呢，在滨海低洼的地区呢，则可能受到海水倒灌、暴潮或是巨浪的侵袭。即使台风走后，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台湾呢，常常台风中心会移到台湾海峡的北部，这时候会引进西南气流，在南部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豪雨。所以啊，我们平时要做好水土保持和防台的工作，提高台风预报的准确度，而且哦，要及时发布台风警报，这样子才可以减少台风所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哦。一般谈到台风，大家都会想到淹水、山崩、海水倒灌等灾难，但其实台风并不只有坏影响的，也会有好事的哦。我说的可不是放台风假呢，我们平常用水要靠雨水的补充，台风就是台湾最主要的雨量来源，另外就是梅雨，如果台风带来的雨量不多，冬季的用水就可能不够咯。台湾地区因为受到气团的影响，冬季降雨比较少，尤其南部地区更因为受到中央山脉的屏障而雨量更少，如果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的话呢，就称为干旱了。一般而言，梅雨可以适时地疏解旱象，但是如果梅雨的降雨不明显，就容易酿成旱灾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农工业用水了。各位同学，我们在这一集里头知道了气团会因为所在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此外影响台湾的气团冬夏各有不同，因此天气状态也有明显的差异，而气团相遇呢，则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封面。台风跟梅雨是台湾主要的降水来源，我们需要适当的降雨以提供民生、农业还有工业发展所需，但是大量的降雨也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甚至于就会造成水灾、山崩或是土石流等灾害。所以啊，在雨季的时候要注意豪雨或是豪大雨特报，并且及时做好防范的准备。在这里，小精灵也要提供大家几个小常识，教导大家如何做好防台准备。一般家庭应该注意的事项有：一，在台风季节的时候，就应该要随时注意检修屋顶、门窗，还有墙壁，检修树木，或者是加支架，疏通排水沟，固定招牌和电线。二，准备物品方面，手电筒、电池、收音机、蜡烛、火柴、食品干粮、饮水、燃料
沙包、防水门。三，警报发布以后，大片玻璃加贴胶带，避免破裂的时候碎片乱飞。将阳台盆栽或是其他的物品移到室内，悬挂物取下，车辆移离河岸或者是地下室。四，当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注意相关报道。住在低洼海边地区以及靠近山边房舍的居民，应该要随时准备撤离。五，而在台风过后，曾经积水的地区要进行消毒。小朋友们，想一想，在夏季和冬季影响台湾的气团，各是哪一个气团呢？它们的温度以及湿度性质各是如何？夏季的时候，影响台湾的气团是太平洋气团，性质又湿又暖。冬季的时候，影响台湾的气团是蒙古大陆气团，性质又干又冷。如果两气团相遇的时候，冷空气推着暖空气移动，形成的是哪一种封面呢？天气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两个气团相遇的时候，冷空气推着暖空气移动，就会形成冷风，而天气会多云雨，气温下降。热带性低气压要有哪一种条件才能够发展成台风？侵袭台湾的台风主要在哪些地区形成呢？热带性低气压需要充分的水汽和热量不断供应。侵袭台湾的台风主要是来自于北太平洋的西南海域，其次是中国南海。